一生最近啊，所多亲好朋友，早安快乐。随着这段喜结善缘的音乐，来陪伴着咱的朋友，九点到十点这段时间，这段时间呢是咱心灵交换，嘛是吼，人讲磁场然后会相应呢。心灵有时阵呢吼啊，然后欠缺，咱就会感觉吼，安尼人心惶惶吼，哎呦，唔知要安那来过日子吼啊，安怎过才较好呢吼？所以人总是爱有一个啥？心灵的寄托，这心灵的寄托有时阵呢，咱要甲藏伫个堆，咱嘛藏伫个讲吼，有一个好朋友啦吼，啊，甲咱讲啊，倒一搭有一个老师袂歹吼，啊来遐甲伊开讲，这嘛一定是一个心灵的寄托。过来就是讲有一个道场真好，啊，这个道场会当予咱安怎？会当予咱心境开阔，指引咱一条路，就敢那。咱即马咧点光明灯共款啦，讲忽然间啦吼，在暗室里面遇到了光明，这嘛是一种吼心灵的套房的方法啦吼。来听这段佛光普照，昨天必成功的服务电话5916045，外观节道亲人在给05感恩。今麦所收听这段叫做《佛光普照》，佛光普照，大地光明。来，道祖讲：宠辱不必在乎，宠辱受惊。即咱伫咱《道德经》内底，都宠辱不惊。但讲人生在世，爱学会晓啥？我要不在乎人生的曲折啊，过程有的就是有跌啊，有的人就是有失啊，有的人是有升啦，有的人就有降啦。咱和人的通信也遭受了羞辱，被人家鄙视吼、哦、啊！但是就是咧讲啊，咱和人通信，人边的人看安怎，看了会酸啦、啊、吼，酸葡萄就出来了。啊、咱讲，咱去用忠心，是咱认真，是咱打拼，是咱平常时呢吼战战兢兢所维护出来。所以咱和长官啦吼，和咱的上司给咱宠信。但是有一寡呢，无爱认真、无爱打拼的人，伊认为讲啊，是安怎干呐？忠信你啊，阮家拢无咧给咱信，伊就会安怎伫边啊呢吼？啊，用一寡批评啦，啊，用一寡吼，人讲无，有个人是无要合作，彩旗无要合作，啊，你予人通信，啊，我就甲你垄断，吼、哦，下面的遮，吼、哦，那较无得到吼，定时看中的，我就甲你加做伙。另一天呢，你要下指令，讲你要创啥，要来完成，我时间就挑工，甲你拖，甲你拖，安尼。做工厂公司啦，不管讲你大经小经，
差不多拢会去拄到这种问题，然后通信的问题。你受了顶时看中，但是后壁吼，咱讲伫你的这个吼管辖内底，咱不一定拢会当安怎顺从你啦吼。啊，看你伫被重新，无大家讲甲你拍破，甲你赞叹，讲啊，你是因为吼基础拍了好吼，安尼。但是人生先来讲，爱学会晓啥，宠辱不惊。咱甲咱通信，咱来认真做。但是对下骹手的人，咱来更加安抚啦吼。未使讲，因为咱就是得到机会，受到通信，那么呢，咱就对这吼啊，咱讲下骹手的人看无重，安尼咱的得失吼，咱的所有的要来甲你帮助你成就的人，为什么？你要对呢肩胛头站过，因是劳苦努力吼来去完成你的工课。也就是讲，可比讲这个件数啊，当时爱交了吼，啊，这个件数交会出来，嘛就是安怎，嘛就是这员工呢吼，伫搁较下层的这下层的，因爱辛苦劳费劳干来去应付着讲你什么时阵要来吼，和咱的定时吼一旦信任你的这个啥？信任你讲你的承担，啊，加你对吼这个工作的这个责任感。嘛，着我下面的人呢，吼、哦、来甲你斗三工，你才有法度如期呢。啊，所以咱讲吼，咱今日去被人宠信，为什么嘛会遭受这个吼、哦？咱讲体弱，就是咱生活中呢常见的一挂现象。达观者，宠亦泰然呐，如以淡然。但是宠辱不惊，都爱看啥？都爱看你的胸襟呐，吼，看你的。胸襟就是咧讲到咱的腹肠啊，或者就是你也要去安抚吼、哦、啊，咱讲伫咧平常时啊咧甲咱共一线的，咱需要因的苦力甲努力，才有都完成你的使命。那遮你更加爱看重，更加爱对因好啦吼。安、哦、尼呢，你这个忠心才会久啊吼、哦。啊嘛，才袂因为吼、哦、下面的作乱，啊你顶管呢啊无法度交代，啊你就重新。也有一个机会，但是也是有时间性的吼。所以讲名利，要安怎讲啊？不在乎他，名利不是一个歹物件呢。咱讲人呢，在这个社会无名无利，按这个社会都未进步。这个社会要进步呢，啊嘛是爱安怎？啊有人讲，在这个名甲利内底，咱和咱一拨会有的人，也就是讲，一旦呢。吼、哦，有这个公司行好，伫咱这个社会，咱这个社会才会繁荣。啊嘛，才会因为安尼，大家有头路通好食，嘛才因为安尼，咱这个社会，吼、哦，啊，咱进出口内底你也看，那是同款啦。爱有这种功利的人，名利不是一个歹物件。名利它不是坏东西，但是一个人做了功名利禄的奴隶是袂使安怎？袂使讲啊，咱干那知影名，知影利，一世人拢做功名利禄的奴隶。你一定爱活了，吼、哦，真正看淡名利。你有得到名利，你嘛爱淡薄一点啊。做事量力而行，人才袂活个哈尼啊忝呢吼。咱人活忝是因为安怎？是因为咱过量。去守护这个名利，但是名利不是歹物件，无唔对。但咧追求呢，属于你的物件，吼、哦，迄是一面的真实。但是呢，咱讲打拼，嘛有一个限度，袂使话咱的心心想过头忝，心心啊忝，咱呢自然呐、啊，身体就会白害。你讲是不是呢？来，咱来插播吼，一段济公瓦佛，请济公师父啦吼，在咱的节目中呢，甲咱加持普及遍施甘露啦吼。就提青苗见好地，低头又见水中天。绿金啊清净，风心道，提拔我来是勇者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
陀佛，抓破磨破心情甲世也来破，你笑我，伊笑我，一支花丝也来破。天呀空啊，地呀空啊，人生人生皆是空。小姐讲，安怎空？教主心不通，来一个济公活佛。咱讲学，也是讲庙去拜拜，然后差不多咱拢会去甲济公师傅来结这个善缘，然后济公活佛化粪呢，是人生中呢吼，伫咱这个老师的开讲，然后也是讲老师的指示，然后也是讲咱这灵修的法门呐，很多信众大德，做做信众大典吼。啊，拄到啊，讲下家班师啦，拢会去遇见着咱的济公活佛。但是咱师啊，甲咱讲啊，讲灵修概念重要呢，但是面对嘛真重要。面对，就是咧讲咱发生伫咱身边的每一件代志，拢是要来成就咱的。啊，你讲啊，多一个想袂到，讲代志是要来甲咱成就的，面对才会当互相成就。面对，咱有个人呢吼。输过了后呢，而且感觉讲，有影都对呢吼。咱也接受面对，代志拢会过处理。反正啊吼，咱有时啊，咱拄着什么代志，咱要来处理。先生咪甲咱讲，无事不慌啦吼，遇到事情不要慌张吼。啊，咱啊慌张了后呢，咱对安怎？人讲，当悲吼啊，乱刀医啦吼，啊人啊开始。有身体病痛，啊，就开始乌白问啦，问到尾啊吼，遐处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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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处理到尾啊钱开济啊，对神呢煞未有信心啦，啊，其实这毋是心性的问题啦吼，甲你所行的功呢嘛是有关系啊吼，有的人若要叫你处理，就甲你讲因果排真重啦，都爱开几单啦吼，开起来十外万才会当解决的，你若开几家十外万，到尾啊你若。讲到讲要问事，你手会软，你未信任，迄、那个真正无要甲你讹诈的吼、哦，很单纯的功德是开口这些要利益众生的功德，你煞会惊，唔敢喏，唔敢坦然去面对。阿兰讲吼，有真济代志是因为安尼啦吼，安尼错综复杂，让信众呢没办法安心。好的道场，伊唔知影讲伫对只找有，啊，所以有时阵哦，咱定咧讲，人来到这个人世间，啊，拄到是贵人，或者是讲唔是贵人，哦，啥物叫做贵人？是咱家己的智慧的思想，啊，过来就是讲你的选择，甲你去的，吼、哦，所看到的接受，你智慧然后生出来，咱带你去的，吼、哦，你对好的去个吸收，无好的咱卖参与，安尼就无代志啦，吼、哦。不管讲公庙啊、私庙啦吼，有人讲啊拜拜拜到大庙、公庙吼，啊人讲去到私庙、小庙吼，私庙、小庙，有个人咯会甲咱讲安怎啊？私庙、小庙，凡正迄拢是安怎吼？唔是正神是阴，其实也不是这样啦吼。公庙无咧办，无咧办考这世间，你有众生跋杯，心性伫遐，无公事通办。公庙、大庙嘛无一定啦吼，讲你就会当安怎？
一旦去接受着吼，啊，咱讲神性要甲咱解决问题，嘛着爱有机，机着神性的灵魂呐吼，因为神性无肉体啊，神性无肉体，它有能量，它有功德力，伊有法力，但是伊无肉体，啊，无肉体伊要照用啥？爱借用这个人的肉体来解合机的机性，那掠了着这个机的机性呢，有修一道德，这个机的机性呢，伊会去啥？伊会去甲神性的这个正能量，因来伫伊的身躯，伊的班书嘛是正能量。啊，那如果机性无稳定呢？哦，这个机呢会贪财，会贪花好色，伊本身就也未修正较好。那么这个心性哦，来介配合，有时啊呢会含神意不义啊吼，啊神就真静呢，但就叫当机呢吼，解不解吼？有神啊无神吼，啊是正神同不解讲啊，那未输去阴神的所在呢去办事，啊无那去拄到这，这就是咧讲机体要有正念、正知、正见、正能量啦吼，拄到咱的心格观呢。神格观的神，伊来甲这个机配合，伊咧办事呢，唔呐，敢那正气凛然，刷落去，伊的这个功力真好，吼、哦，甲咱指点的代志，和咱办的代志，当契合着你即马目前的温度，还是你的灾难，还是你的灾的病，啊，咱讲病苦，病苦有个人是因为因果业力呢所产生的，叫做因果病，但是这个因果病呢，吼、哦。有人不未清楚，什么叫做因果病？如果你过去世那是杀业真重，拢在胎精生啦吼，这世人你去拄着亏刀啦吼，拄着一挂暗散病啦吼，这是免不了的吼。因为这因果循环，这股气，绝对会伫咱的身躯。你讲我过来出事啊，他还过会判着累世的这个因果。咱出事了后，无代表讲因果就拢断啊。来世间呢，绝对是安怎？但最是有连带关系，甲你吼功过，甲你算算嘞吼，啊因果甲你算算诶，了伊才有伫你这出生年月日，你要有啥物人做囝有相欠啊，无相欠，是要来报恩啊，要来讨债，伊拢算好啊，上天拢算好这条灵，才互你落来，故你重新来投胎认母，投胎了后呢，你也过啥，你也过你本来累世，你做唔到只。必须爱来这个世间过来偿还呐吼，啊过来甲人，人讲甲人回回背回回的吼，啊所以讲老拄着这個，咱一般吼，不管是大庙、公庙、私庙啦吼，咱的性格又是正能量，啊过来就性格真悬的，伊嘛会甲你讲啊，伊嘛会甲你讲啊，讲咱今日遇到这种问题，并不是歹运甲好运的问题，是因为咱的因果是畅行无阻的哦。吼、哦，唔管讲你来出世几世，这个因果伊是绝对是吼、哦，是上正面的公判。咱咧讲吼啊，这个律师啦吼，咧甲咱吼拍官司，哦，这个官司拍起你甲遐，为什么有诶？有人拍赢，有人拍输，有你诶拍赢，无你诶拍输，啊，有诶无你诶嘛拍甲赢。以前这個律师真有够力，哦，这嘛是咧讲辩护了真好。哦，伊有法度甲你掠到这个吼、哦、优点，好、哦、去甲你拍赢这个官司。但是因果唔是哦，因果是属无形的哦。你讲去叫这个吼、哦、律师甲你替你拍官司，吼、哦、要甲因果拍，还是无可能。因果是一个啥？真公平的判断，真公平的审判。你有犯才有因嘛，无犯就无因。啊！你有犯，你就会得到这个果，啊是善果啊恶果，这拢是恁咱家己呢所做的业。啊，这个吼、哦，咱讲先生甲咱讲的讲啊，你这有拄到无形的吼、哦，咱讲无形界，无关讲是你讲还是输啦。无形界不管你入个较大庙，伊要讨伊就是要讨，小庙伊嘛同款讨。哦，这较大细经拢无关系。所以吼、哦，咱讲犯输呢吼、哦，咱起码这世人。因果那了完，那卖个还，一下卖个还，因为你那还，你嘛是同款后世人完全借助一个现前呐，吼、哦，不是小庙去解卡掉呢，是你的业力现前啊，不是讲哦，啊，因为今日去迄个树林庙啦，吼、哦，安尼去拄到迄卡掉，啊，是讲道听途说，人云亦云呐，吼、哦，其实咱家己有问题，
你家己有问题，咱家己胎更加弱，吼、哦，命更加暗淡。你去到多位也嘛会卡掉，都唔是讲一定爱去到对才会卡掉。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卡就是啥？咱得讲去磁场较低频的所在，去咱这个大，咱讲大病院啦，去人这个吼加护病房啦，加护病房都得有这病苦的人，伊伫迄个所在呢，吼、哦，啊，就已经抢救无效。这个灵体就已经下步啊，吼、哦！啊，底内底扩个肿，扩个肿，你都好入味，爱多含你的体，伊就装伫你的体，和你抓出来。啊，这嘛是会呢。哦，你也讲去这个大金病院店啊，你探病啦、啊、吼，还是讲有去这个吼啊，家伙病房去探病，拄到拄好今仔日人几下下步，还是正刚落几下底内底下步啊？那安尼慢慢去拄着，啊，为什么来拄着？咱的运气嘛，是咱的运气。因为今日吼有人问啦，吼问讲梅江师姐，这灵修啊，敢真正这个卡音哈、啊？听甲对头拢讲，阮是卡掉，啊，无就讲阮冤亲债主，无就讲阮因果，啊，一条拢开遐济钱啊，开十外万、十外万，开足个界去啊哩哦。啊，起码嘛是拢，一个是甲因果有关系呢。咱的业力现前是伫对，咱人讲吼，一瘟一季十二年嘛，吼、哦、十二年哦。啊，咱咧讲三年一瘟，好歹照轮啦吼。上瘟、中瘟都要惊六年嘛吼、哦，这拢算也未歹的瘟啦。吼、哦，过来就下瘟，过来佫兼无瘟，这就是过六年啊。啊，你也惊伫下过瘟，到底瘟到底无讲介顺啊，到底无好啊吼吼、哦。啊，再个接到这个无温，无温就是无气嘛，无气，无气温。咱人讲啊，你手气真好，哦，你运气真好。人爱温爱教咱人的气呢，咱人爱有气温，自然你才会通达，财气才会通。这个运气都无，咱就惊伫下界内底六年，就是下界三年歹，搁三年无温呢，扛在入命我。所以有时阵吼。咱常咧讲，完全借助神啊，这个时阵来礼拜。哦，啊，有个人讲，啊，神啊，咱的公妈内底面有刀棒的，哦，刀棒因姑娘啊，因妈是伫咱这个下界，这个运来的时阵，哇，镭射完全借助嘛来烧，来烧吹，内底面连公妈的内底刀棒的买来烧吹，神啊，因为这种是啥？这种是环环相扣，因咩？因为咱今日。咱家己行运就是安尼，所以家伊就拢来烧吹，吼、哦、啊！咱去甲面对就好，因为你若甲面对，吼、哦，咱卖讲吼，一直你甲推卸，啊！咱若安尼一年甲做一届啊，甲安大一个，搁再就是家己做功课来求忏悔，其实那就开偌济钱，唔免开偌济钱嘛吼、哦。一年春秋两节甲做一个，公妈甲做一个，内底包括刀房的，吼、哦、啊！你啊过年话人讲。较早的人讲，讲厝内底无咧拜啥，无咧拜高婆，那么咱就甲找一个好所在，吼、哦，啊，甲架灵，安尼互伊去修。啊拜呢，人有姻缘呐，吼、哦，受到吼、哦、老母娘，也是咱这神圣的牵加，人伊已经修学到会当安怎，会当来做神，来修做元君。吼、哦，啊，咱讲倒棒的，咱也无爱讲啊，施舍，搁再搁互伊啥。伊咧讨事实，讨香烟，咱也无爱让伊遐晦气，咱买上多房的单独，甲嫁出来庙里啦吼，回去修学，将来嘛袂伫咱哦厝内底啦吼，诶，颠大颠细，啊，所以这嘛是要甲咱讲的，咱灵台有果有闻呢，业现吼，业现的时阵要安怎？业现的时阵，就是要互咱出果的时阵，业现的时阵，就是要咱行者做人的时阵。行者助灵，完全这主嘛是咱累世所结的因缘，反正跟咱有亲戚关系啊。咱若见倒拢倒亲戚朋友是先嘛，有熟识，有熟识才倒会着，有熟识才下会着啊。啊，咱这拢跟咱六亲眷属、远亲近亲拢好，有时啊呢，跟咱家己的六亲至亲，啊，这里顶的帮衬伊啊。伊今日那如果讲家里有一定的关系。那么咱已经吼资源无够啊，吼、哦，咱家己本身的这个业力现前啊，就是咱的能量资源无够啊，业力才会现前。他的灵台要予咱净化的机会，就是安怎修行嘛，静落接收，吼、哦，灵台有这個，
吼、哦，咱讲业来现前，就是要咱行者助灵的时阵嘛，助伊赶紧会当个呐。咱的灵府受阻碍，就是咧讲灵台内底面，咱有拄到这個。哦，咱拢会，就是要予咱解决咧，咱要助伊啊，助伊解脱嘛，助伊解脱，到尾就变安怎，冤亲就换来做助缘啦。你有许利益，伊会甲你强修；灵工呢有好处，伊会甲你斗三工。所以咱若拄到咧运道呐，伫歹的时阵，有这个问题啦，往往拢是咱人生低潮的时候啊，人生低潮的时候才会发生一些不好的事啊，吼。有的人讲真正真正不幸是啥？真正不幸是讲无代无志去拄到迄种吼，人讲代志大条，佫无法度解决嘞。那是如果讲是干呐冤亲现前，即做功德好伊就好啊。啊，咱家己佫会晓甲忏悔，也甲会晓修学，做一寡回向就好啊。即拢也佫毋是上不幸的啦。啊，拄到冤亲债主因果纠缠，即拢毋是不幸的吼。啊，拄到咱的家内有拄到这多帮阴啦吼，高年话阴，这嘛不是不灵，因为伊跟咱拢是六亲眷属啊，伊跟咱拢有亲缘的关系啊。伫修行的路上，那个帮衬一下，啊，伊会互咱趋吉避凶啊，伊会互咱安怎，伊会互咱真紧就跳脱这个无好的运道嘛。伊是伫你无好的运道，再来甲你吼，再来甲你相催嘛。伊会帮助你真紧就去跳脱这个无好的运道，互相成就啊。所谓的阴缘嘛，来爱跟你斗帮忙，所以咱也捌看过电视剧啦，讲爱无形的来助你，即是讲咱今日要趋吉避凶，只要用心面对，咱会当互相成就，啊，咱咱唔只有机会呢，伫歹运的当中转好运，换咱的累世因果冤亲债主，也是讲咱内底面的这，和咱讲六亲眷属亲缘闹小肚，啊，咱甲了完了后，你就感觉哦轻松。做落去阁有助缘呐，一将来呢吼，伊嘛会助你过关，唔那干那助你过关咯，伊也阁会助你呢，行好路啦吼。来，咱即马吼，来收听一段《无惊心》。这是咱今日吼，咱北部的书记啊吼，会再去我要上电台时阵咧问的问题啦吼。讲人感真正歹运就会卡着阴啦吼，啊，过来就是讲因果是安怎才有法度了缘啦，无奈一世界拢在讲因果业力的问题啦吼，这就是在讲人咧叫做下界运所感召的，人感一世人尔，咱累世唔知做偌济钉钉塔塔唔对啦吼，在咱的磁场最低的时候，红低它必然啦吼会消除，啊，咱买单个互相成就啦吼。来回答到咱哦，这个北部台北哦，咱迄边面哦，在听节目道亲啦吼。那未了解，哎，咱再个会当个互相啦吼，传来也可以啦吼，还是来诸天必成功，大家来结善缘哦。是何时两三等行行土地？心坚定，心爱。
中段进一段广告。昨天必胜宫的宫址是婚姻观大陂乡三吉村中陂十六至五十二号。那唔在位，咱讲卡这个电话5916045，外关区的道亲街05。昨天必胜宫所甘蔗香品、香香款、熟茶、贡物、小盘香、普灵灯。最主要是要和咱讲，点着好香无污染啦吼，这是经济部甲咱检验合格香品呢。咱是已经做差不多18冬的时间吼，所以讲咱的道亲如果那是讲，伫20冬来，你拢得用祖天必胜宫的灵草香，你就会感觉咱的听呢真光，啊未光呢，安尼乌索索暗暗电火的点个点未光吼，啊这就是啥？好的材料做的香啦吼，是天然的材料所做的这个香，因为尊公啊，这个香有烟的吼，但这个香烟呢，伊卡咧，刚刚那金黄色啊，金黄色，它不会说因为是黑漆漆的吼，和你呢，感觉讲啊，电话点起来点未光啊，内底人讲暗蒙蒙，啊，怎卡香烟阁唔敢吃啦吼，那。一阵南风来吼，我阁会滴咧滴咧，讲滴个乌水安尼碎一下呢，足不雅观的吼。人讲光听暗房呢，这听头爱光影，咱的敬神拜佛祖呢吼。人讲香烟缭绕的通天界啦，恭请道祖母娘佛祖降临来哦。一当呢吼，伫咱日常生活，甲恁庇佑咱大事平安。灵草香，咱有笑三笑六。吼，咱若要甲男的夹，吼，咱拢会使安尼，吼，看要笑啥拜公嘛，吼，啊，咱就较短，香烟较袂遐紧张，吼，啊，咱笑来来甲拜神明，吼，安尼嘛可以。像咱林浩志师兄咧，伊咧注文拢是三斤笑三，七斤笑六个，吼，内底伊毛咧兼公婆嘛，吼，所以咱嘛真感恩呐，吼，伫咱节目内底，伫咧甲咱听节目，伫甲咱扶持，吼，啊，咱呢。一路来，咱拢一定来秉持着好的这个物件，都是咧讲，咱有介绍推荐的物件，拢是咱家己有点，那家己本身有经历过好，咱才会当推荐啦吼。这是每项的原则，无要介绍好，无要介绍歹物件来甲大家结缘。所以咱讲香啦吼，抽三抽六，也是24点钟的香款，咱这是手工的，手工香款吼。咱若要点一挂讲啊。比较吼，和咱的心性吼，啊，这点咱嘛较袂污染着心明的这衫裤帽啊，也是讲咱的听头，那咱就当选用诸天必胜宫的灵草香，
咱来讲吧，一斤百五块，俗个好用。咱若是有需要结缘，咱直接打电话591605，我关节都正在给05感恩。咱的顺缘插播啦吼，顺缘插播就是咧讲到吼，咱的金盖丽蜂胶牙膏，或者讲在咱这顺缘当中咯，都插一个时间来讲到这个合力美，吼，咱的这个化妆品，咱用氨基酸的洗脸洁颜霜真的很棒，尤其是这个寒天，你洗氨基酸洗了，你若讲无时间去抹乳液啊啥，你嘛未感觉讲洗了吼。那面啊，变吼，感觉呢，未舒服啊吼，你也再甲洗看麦。咱即马做年轻，有咧吼、做优待啦吼。咱若要结缘咧，当打电话吼，此天必生功。氨基酸洗脸，你若买一罐1000块，咱还佫加两袋啥？两袋咱的保养很好的吼，咱的面吼，久久啊佮打一袋啊吼，叫做激光水润亮白面膜。你也再个用看卖，吼、哦！咱也是讲，都有伫只结缘着吼，咱的这个红道印精会，吼、哦，咱有送你锁水活肤露啦吼，或、哦、者是讲吼、有送着吼，咱这长效蜂蜜保水精粹，或者是讲吼、激光淡斑美白哦，这精粹这，吼、咱讲，拢会当我咱的肌肤吼，会当色泽更加均匀，过来就是讲吼、舒缓修复啦吼，和、咱的皮肤。早晚咱也有用，然后咱就感觉讲，这个寒天愈来吼，咱讲愈冷啊吼，有这个保湿的作用吼。咱肌肤前效 BB 霜，寒天嘛是同款有紫外线，然后咱嘛爱甲抹一下呢。来，甲恁介绍咱的合力美，吼，咱的化妆品公司即届呢吼，伊予咱的哦真济这个赞助吼，咱嘛真感恩啦吼。那没想的是义务啦吼，甲这个好物件。来介绍我们的道清用，我们的合力美，它的服务专线是0925123289，我们可以跟询问，对产品不了解，对品质，还是说这些所有的，这些怎么抹皮肤才会好，你可以跟问我们这专家，合力美服务专线0925123289，这专家他就会给你解析，给你解释你的皮肤的状况要安怎去保养哦？那以上是广告，咱若要结缘，直接打电话591605，我关机都正在给05感恩。来啦来啦，咱讲电台啦吼，那伫咱婚姻观啦吼，婚姻观内底是刀男嘛好啦，大 B 啦吼。咱都有在听节目啦，还是后尾这方面、原奖这方面拢会使。好，因为咱有一位师姐吼，伫讲要爱这工厂的建地啦，吼，请300平以内，吼，300平以内会使安怎？会使请大灯，吼，就是讲会当做工厂用。你有大号的要卖嘛？会使，请250平至300平，这样就可以啊，吼。你会使卡每箱的手机啊，吼，这是。免费咱家讲，嘛有足济道亲讲，我到这个土地拄着讲有路用要卖，我要过来换什么？咱拄着要卖，嘛会使啊。伫300平以内，250平以上拢可以啊吼。就会当互咱请大灯，你要甲搭落去做啥？要搭这个枪棒，这枪棒呢无污染的枪棒，吼、所以讲吼。咱咧做这个物件是无污染的厂房，要增加厂房了吼，就是咧做吼化妆品的干呐，这是无污染的物件，所以咱也是有拄到这土地都啊250平会再起的吼，呢会再起工厂的，吼咱今日想报一个吼，来甲我讲一个，吼咱婚姻观内底拢会使，吼拢总会使啦吼，恁只要咧听节目，拄到适合的250平甲300平，吼呢。你卡电话没响，0926-938-045-926-938-045控诉我，这是没响的电话，然后这嘛是咱希望讲一旦跟咱的师姐到三江，可以找到足好的工厂地，工厂大大过来种生产更加好的物件来跟大家结缘啊呢。那以上这拢是跟咱借几分钟的时间，然后。
来，咱有时啊，咱咧讲吼，咱的身躯啦吼，啊，全毛病有这个尿，人讲尿失禁的啦吼，啊是讲吼，啊咱平常时啊胃肠消化较不良的，咱啊暗时啊要困的时阵哦，人定咧古早人定咧讲有补不如食补，啊食补不如补公补啦吼，现在讲药补不如食补啦，食补不如公补，公补就是讲吼。用功夫去换的，然后抬脚功就是来自于老祖先的智慧，然后抬脚原为太极拳的一种辅助的功法。伊虽然是辅助的功法，但是养生呢，吼，这个效果阁未歹了吼。每一天暗时也要困，伫个困前十五分钟，吼，咱手举伫咱的腹肚遐，吼，两只手甲举伫咱的腹肚，就是咱咧讲下丹田这个所在，那脚把它抬起来吼。脚抬起来就是咧讲，咱的脚吼顺延甲举起来，咱的吼凹弯的所在，或者个平衡点安尼，吼平衡点。啊，你吼坚持哟，吼坚持十五分钟的时间哦，吼坚持两三个月，伊就会当安怎？会当吼咱安尼吼，咱的生理期吼不顺的人，吼啊个便秘的人，胃肠消化不良的人，有迄个尿失禁啊，自己干点啊，要走便所啦，走了一输啦，一输啦，一输啦，前列腺肿大，即个吼，即个拢会使用抬脚，因为咱在抬脚的时阵会记哩哦，咱用咱的手放伫咱的丹田，那么吼，咱的抬脚的时阵呢，小可甲做一个深呼吸，吼、哦、深呼吸，暗时要困啊，咱就身躯洗洗拢放松啊，吼、哦，啊个抬脚，吼、哦。抬脚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动作，但是要坚持15分钟了吼，啊坚持15分钟，啊迄个时阵呢，咱那个做者吼，咱讲吐吸气吐气，吼、哦、吸气吐气了吼，所以呢，咱这是一个小动作吼，养生功效呢非常大。通常然后咱有人在做这个吼抬脚，啊人都会出来吼讲这个效果，互人知了吼。那么抬脚具有那么多的功效，那么干净呢吼，我们可以把它用看看，然后用看看啊呢。抬脚要过一当冲啥，要过一当促进肝解毒啦吼，啊肾排毒哦，吼啊，咱讲腰部以下，你呐强烈的，然后像咱讲咱的腰部底下，吼咱常常安尼积水啊吼，迄脚呢吼那真大块，排水排袂出去，就是咱讲心毒，心有尿毒症啊。啊，佫轻轻啊，咱就要赶紧做，吼、哦，促进咱这肝排毒，真的很不错啦吼、哦。打通任督二脉，气血畅通哦。伫咱的升清降浊、正气，咱唔只有法度倍增，吼、哦。在高抬脚时，吼、哦，咱一旦因这个落气向下排掉，吼、哦，升清降浊啦吼，升、哦、这个清来降这个浊，正气来倍增。哦，体内正常的细胞也大增活药哦，最畅通了吼。就咱那个静坐的时阵，咱那静坐的时阵，咱讲坐坐咧，啊，咱暗时也要困哦，脚甲举起来，吼、哦，举起来了凹弯的所在，咱的脚阁做一个平衡嘛吼，举、哦、起来，唔是拢两支啊关关，就做一个凹弯的平衡安尼。咱呢对心脏无稳定，血也无稳定诶，吼、哦，咱抬脚的时候，因丹田训练呼吸嘛。吼、哦，对咱的丹田的训练呼吸，减少到细胞负担，胸腔之浊气自可排出，吼、哦，解决咱心胸郁闷。咱的心胸来郁闷的人，定咧心脏安尼吼，吼、哦、心脏安尼郁郁啦安尼，吼、哦、心胸开朗，气沉丹田呐，帮助咱心脏恢复正常的功能，吼、哦、咱生理压力、心理压力，吼、哦、加上咧血压，伊就会安怎？也要咱较正常哦，哦，这就是没想到伫这单刀的册内底有看到这个，吼、哦，啊来讲给咱的道亲听，吼、哦，咱讲升清降浊、正气培精，就是讲怕通这个任督二脉，气血畅通，保护心脏，稳定血压，给他抬脚呢，就正好用哦，嘿，啊、你敢抬脚看看咯、哦，哦，咱呢促进这个肝解毒加咱的肾排毒。欸、可以呢，把它试看看呢、啊、吼，每天15分钟呢吼，就意想不到的，哎、欸，啊，咱讲做完呢吼，甲啉一杯啊，
温的滚水啦吼，坚持十五分钟的时间，然后啊个用一杯啊滚水干啉落了后，咱才要来困哦，安尼是上该好的吼。啊，如果咱也是讲吼，啊有比较好的方法吼，啊咱来讲话，咱来道清斋，因为每一个礼拜六咱拢有共修嘛吼，共修伊就咧甲咱讲到这个。吼，咱讲要安怎拍开这个任督哦，奇经八脉哦，对啊，咱的脚手袂安尼冷叽叽啦吼。啊，咱咧运动训练的时阵，啊，咱暗时也要困啊，倒咧眠床顶啊，咱就甲抬脚十五分钟，哈、哦，促进血液，各位吼，帮助咱吼，这血液平衡啦吼。啊，那是足好的方法啦、啊。啊，十五分尔，倒咧眠床，咱敢有啥物困难？无啊，咱要困进前，甲做一个准备就好啊。要困进前，咱甲先抬脚十五分钟，然后再吼，伫个抬脚的时候，咱来慢慢的吸呼哦，咱来丹田都吸呼丹田，吼、哦，这个八道伊就会鼓，然后鼓一鼓气吸，鼓一鼓气呼，把那个气全部呼掉。安尼呢，伊买律动啊，律动对我们的血液循环是很有帮助的吼。哦，所以咱讲，啊，有来共修的人，较有知影这个方法。那么呢，咱就伫这电台吼，哦，有这么多人来听，用这最简易的保健方法，或者暗时啊，咱在倒咧眠床顶啊，脚就甲压起来，哦，安尼用很正常的姿势哦，压起来了，咱这个，吼、哦，咱这个脚头乌脚就甲凹弯，哦，凹弯，啊，迄、那个甲伫咧保持直的，吼、哦，就是安尼，甲的动作就这简单。啊，咱两只手呢吼，啊，甲缩缩咧吼，甲缩回收，缩收收收，啊，甲放伫咱的肚脐边啊遐，咱会使拉吸气，拉吐气吼、哦，然后呢帮助，吼、哦、咱的血液循环咯、哦。来教咱的比较简易的，尤其是冬天哦，咱的血液循环较无好，吼、哦，咱的定定旧筋的啦吼，定定旧筋呢吼，背起来一直站的这，您可以运用抬脚功哦。这嘛是等于是太极拳的一部分啦吼，太极拳，伊呢用手来拍，暗时要困来用脚抬脚哦。咱即马有人咧讲吼，啊，人爱食素食过地球啦吼，食素食是真好啦吼，但是爱有素心了吼，食素食无素心嘛等于无效呢吼。素食是会当互咱咋减少到遐吼，但讲有生命吼，啊你讲青菜嘛有生命，蔬菜水果都嘛有生命，只是讲伊袂老火啦吼。啊，咱讲会老火，这就是啥？伊嘛也够有这个啥？上无啦，甲咱同款嘞，个肌肉还阁有血嘞吼，所以讲食素食、提倡素食是足好吼、哦。但是咱还阁有提，咱还阁有法度提醒大家讲，素食这个嘴啦，要有素口，嘛要有素心。为什么？咱食素食的人讲话袂使足定毒个呀吼，啊，食素食的人讲话哪只流行诶，喏、哦，食素食的人讲话。不客气啊！啊，讲讲食素食的人心肠，那无讲好的时阵，你食素食要从啥？所以人讲素食要有素心嘛，要有素口啦吼。那孔子有一讲呢，去荒山游历吼，但是足脆大呢吼，就叫因这徒弟啊讲吼，去甲取水来给我吃嘞吼。水取到这个孔子的面头前呢，孔子的面头前，忽然间呢，孔子对这个吼。这个汤水来的，这个地主的水呢，伊无甲接来啉了，才怎甲破掉去安尼？啊，这徒弟啊，就真纳闷啊嘞吼！啊，老师，你唔讲你足嘴大吼？啊，你足嘴大，我就去甲你舀水来要互你啉啊？为什么吼、哦？你来甲我破掉呢？这孔子向前一指啦，伊讲家叫做倒转，既然是倒转呢？这个水咱都未使啉啊，安怎？因为人家欠两字道泉在那里啦，哦。啊，即马孔子呢，
哦，咧吹他，因学生去看到刀山，伊嘛无差啦，反正都要爱水尔，水甲摕来甲孔子面头前，孔子呢远远都看到遐有写两字刀山，伊讲这呢，既然是刀，偷刀咱就袂使啊，吼、哦。啊！这咱免来使啉，搁喙焦，搁安怎喙焦？噶是写一个刀字啊，就敢那咱做菜去共偷羊水共款啊！我是做老师，我要教恁的，就是爱教恁啥。虽然人无伫遐，唔过伊写迄字刀，就是表示这个水无要用羊。那么咱就安怎？喙焦啉来一个，咱做一个圣人呐、啊！吼、哦，爱坚持的信念、噶理念。啊，我教恁，你嘛是共款爱了解。这无人伫遮顾，但是这个泉水伊若唔互人摕，伊该写倒泉，咱就袂使共取用啦。人讲啉爱啉人的欢喜，酒食爱食人欢喜，甘愿的，所以我甘愿喙焦。这就是人讲孔子呢，伊教学生，吼、哦，这个信念甲坚持，伊有这个理念，所以人会服伊啊。哎，孔子你也看，就是安尼。讲现在人咧食素重视口感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吼。咱有个人讲啊，食素是连食甲面油甲甲，为啥油甲甲？因为口感不好，今日去食这拢安尼，唔是你欢喜甘愿的呢？吼、哦，啊，你食了家己呢，感觉有时啊，甲发愿有无？讲发愿啊，都爱食素食嘞。但是你感觉食素食，你唔是你欢喜所发心的，吼、哦，你是因为你有某某问题、某原因所以发愿的。啊，你感觉讲食这话呢，今日食这吼、哦，无符合你的口感，你就起烦恼。这就叫做无素心啦，吼、哦，无素心。咱呢无素心呢，吼、哦，你个食素嘛无意义啦，吼、哦。所以人讲心内那是想，吼、哦。咱呐如果讲咱咧食素的时阵，定咧想着牛啊、肉啊、羊啦、啊，吼、哦，哇，肉真好食。啊，你即马哪咧食菜？啊，你想着较早过去你咧食肉迄种吼滋味，啊，你来混杂着你咧食素，安有意义？所以人讲吼。哦孔子讲咧，甲恁教吼，教讲口欲吼，同样嘛是贪哦；口欲哦，同样也是贪。吼、哦，啊，咱用想的哦，这个心内底所发出来意念，伊话嘛，感觉有贪的哦，贪口欲哦，吼、哦，同样是贪哦。所以孔子讲，本身无食素，但有素心。孔子伊本身无食素，吼、哦，伊讲食色性也，就是讲伊是食饭配菜。但是呢，伊有素心吗？吼、哦，伊到哪里都不自欺欺人啊！这才是真正的食素啦，吼、哦。所以咱讲地球要好，爱提供食素，减食牛啊、羊啊，这所谓大只精细的物件，尽量买，那是上海好啦，吼、哦。尽量不要，那是最好，吼、哦。但是咱素食要有素心，这是熟悉的啦，吼、哦。这是孔子讲的一段话啦，吼、哦。啊、既然是孔圣人所留下这段话，那么马上呢，也要讲给我们的道亲，大家来分享哦。啊、所以讲吼，咱若讲咧念啥，讲啊《地藏十轮经》内底有十卷哦，这本经是东调玄奘法师所编译的吼，修藏的时阵呢吼，在这《大正藏经》里面吼，伊里面都讲到啊。内面就讲到啊，咱讲拜拜尽量用素食来做祭拜亡者，吼、哦，卖杀生，吼、哦，这就是咧讲啊，甲亡者做到淡薄福报啦，吼、哦，卖讲死啊，咱阁用杀鸡、杀羊，还是讲吼杀这精神来甲拜啦，吼、哦，咱都爱担当着这杀生的罪孽，所以咱讲，咱会后讲啊，人啦吼、哦，肉体下步，慢慢得个人肉体下步。咱就尽量卖杀生，吼、哦，这嘛是真好的代志。所以《地藏十轮经》内底，伊咧甲咱讲的讲，人吼，无爱阁再做，吼、哦，就是意思就讲，这个人肉体就下步啊，咱唔通阁吼，因为要甲拜，咱才阁甲做杀业，啊，互伊担，吼、哦，互伊担。所以《地藏十轮经》内底讲，咱唔通做无名的圣人呐、啊，嘛唔通做无名的好主，吼、哦，这句话真重要。不要做一个无名的圣人，也不要做一个无名的好主哦。吼、哦，古早人讲戆戆啊做，啊无去甲研究实际。人讲拜鬼神，真正礼仪非常固执啦吼。有的人讲哦，啊拜青猪青羊啦吼，爱、啊、拜五星啦吼，安尼咧做酒用青猪青羊拜五星，鱼啊捞尾吼，
伊讲唔通靠难呐吼，啊，咱但是呢吼，咱刚才讲这对咱对这个吼啊，精神嘛是真残忍的代志呀吼。来，恁今日节目就做到这，嘛直接祝福咱大家呢吉祥平安，明天见哦，再见，拜拜。